拜十没有啊，有拜西，有拜东，有拜，今天还有个拜鸡，啊，昨天有个拜七，今天有个拜，个拜鸡，好多拜呀、啊。今天上午有个拜拜鸡的妹子，新妹子啊。你指望这法师哥一定把你带到坑里？法师哥怎么会把他带到坑里呢？法师哥和你指望这连麦。你指纹这是不是心跳加快了？欢迎毛仔兄弟，教授运气真是好，路上捡到一个宝，巧遇兰若诚心邀，直播才艺直接表，阿广睡着吓醒了，发个红包不能少。啊，丽莎，安排个才艺，丽莎，领导。青桃，这个后面的声音轻一点，OK。拜登跟朗月跳个舞啊！哎呀，他还会用中文来安排才艺喽。是法仔哥心跳加快了，那也有可能啊。面对李子王子这样的美女，连法仔哥这样的高手、高富帅都心跳加快了吧？谢谢乐哥的点赞，家人们帮忙点点赞。
谢拜东，谢谢兰若，谢谢兰若，谢谢兰若，谢谢拜东，叫我好看，唱歌好听，唱歌好听，叫我好看。老哥也是有才啊。华仔大哥跟妮子连线后感想，我到深圳钱还是少，到北京官也是小，跟妮子连线后只恨自己结婚太早。妮子华仔大哥到深圳他的钱也不少，他也是最好的那个档次。老管交给妮莎一个任务，时刻提醒一下新来的妹子要面带笑容，慢慢养成习惯就好了。 OK 啊，妮莎交给弯的懒弱啊，这个本来是的交给天的那种，跟他妈反的啦，这个话想和他妈反的啦，跟那姑娘那部这个跟着不满啊。懒弱不错，还能跟得上。谢谢。我们的妮莎领导再安排个才艺。妮莎领导再安排个才艺吧，妮莎。妮莎领导。想唱歌，你咋安排啊？管唱歌，他真的安排我唱歌，昨天安排我几次，他是大哥安排我唱歌。
巴东的脸怎么红的？哎，昆塘巴东脸的那脸呢？害羞，叫害羞吧。我说你害不害羞？他说没有，不害羞。他说要读新课课来了，他才会害羞。拜登害羞啊？拜登不害羞了，他是热，他说是热，热，热，热面欢。脑个坤啊，冷，人，欢迎喜来乐，喜来乐你好，你们又说喜来乐小姐姐，你好，喜来乐小姐姐。老哥，教授好，妹子们好，喜来乐你好，喜来乐你好，你好，喜来乐小姐姐。老哥，阿泰，你子王子很接地气，我很喜欢你。我们直播间哪个不喜欢你子王子嘛？你子王子是我们直播间的万人迷。这下对号了，陈教授就没怎么说中文。OK， 谢谢喜来乐的点赞，谢谢喜来乐的点赞，谢谢。家人们帮忙点点赞，家人们。家人们帮忙点赞，点赞，家人们。明年躺了大哥，忘了大哥吧。这 K 弟弟骂了大哥娘，躺了大哥娘。我说你们有什么要对大哥们说的吗？对家人们说的吗？有什么要问的吗？他说他不问，他说他担心读心课大哥，生他的气。丽莎说她有男朋友了，她说她男朋友不让她问别的人，别的大哥。拜董明年谈了大哥吧。若问大哥，问哪个大哥嘛？大哥和几个人在一起？哎，我问一下兰若，他昨天是，昨天来了好多人。哎，兰若，莫把你叫马，你叫马的加坤，莫把你叫马的加坤，啊？来冠。还没得葡萄，还没破冷的，三破三个没三分，破一个没三分，没得破坤。我接坤啊，昆明才得坤。他昨天嘛，他们来了七个人，并且没得接坤了。去人家他再看。
他昨天他们来了三个摩托车。肉鬼阿广，人类的记忆大概一天只能记七句，其他的很快就忘了。OK。这么晚你我问他昨天来这里是想什么？昨天来这里工作一天了，他这想法是什么？这么晚你忙的快了啊，忙的特地冷啊，这显得你还越特地冷在困难。因为我和他是不认识的，是在路上认识的，我就问他一下，我在看他是想着爽有什么感想啊，在这里待了一天。哦，他说这里很好，他要努力的学习，要努力的工作。这马还愿意吗？啊？这不一样吗？我问他喜不喜欢这里工作，他说喜欢。我说他害不害怕，有没有担心，他说没有，不害怕。他昨天的收益是啊，啊，领导再安排个茶艺吧，领导。就怕阿广怕他。
友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没点关注的请给主播点个关注，请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谢谢嫂子，还有谢谢丽莎。你好，你好，学妹。你好，晚上好，阿广。晚上好，好久不见。是啊，有几天没见了。对对对。你越来越漂亮了。谢谢。你应该要经常来看我。啊，好。要不然你过一段时间没看到我的话，然后你聊我，你看到我，你就会惊讶的。哦。是啊。怎么会变得那么？嗯。我看你是比以前漂亮了。这是什么？嗯，一天比一天的漂亮嘛，对不对？嗯，谢谢夸奖。那个，你今天找我玩什么？打什么？今天你想打什么？随便，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还是打总票嘛。哎，好的，可以。嗯，那就先闭麦了，一会儿咱们再聊。OK。哎，好的，谢谢啊。谢谢你是王子，谢谢你是王子，感谢你是王子，谢谢啊。妹妹们要学习嫂子如何拜戏，永远保持笑容。嗯，对。丽莎是人事部经理，对。老哥就准备给我加工拐杖。
女你呀你好看你呀不走些有我做呀等待你搞些啥在读路西好我弄得干得下错吗比如搞几道早西呀啥我不能告诉你呀你呀刚才你闹出错吗不走些有我做呀等待你搞些啥在读路西好我弄得干得下错吗比如搞几道早西呀啥我不能告诉你呀你呀刚才你闹出错吗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小老板帮忙关家门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一下你总是喜欢在人群爸爸多少就一波最害怕孤单的滋味谢谢祝生哥感谢祝生哥谢谢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谢谢心寒哥感谢心寒哥谢谢谢谢我们大哥的小心心谢谢谢谢的门慧慧谢谢谢谢的啤酒谢谢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别人谢谢五十六哥感谢五十六哥谢谢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下榜。谢谢五十六哥，感谢五十六哥，谢谢。谢谢祝生哥，感谢祝生哥，谢谢。谢谢周连山哥，感谢周连山哥，谢谢。谢谢原来哥，感谢原来哥，谢谢。谢谢茉莉哥，感谢茉莉哥，谢谢。感谢欧玉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各位大哥的支持，谢谢家人们的众筹，也谢谢各位点小心心的家人们，也谢谢各位点赞的家人们，也谢谢。如果烧片放片了，这个你少跳个舞也可以啊，你少跳个舞烧片。叮叮咚咚噻，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开麦了。啊，你好，我们这边就给两边直播间的大哥和家人们，上个才艺吧。哎，好的，跳舞吧。赵大哥，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就是对，回阿和回中国了嘛，所以呢，人气会很高的。Mà đâu mình quay quay. Anh ơi anh à, anh bắt bùa gì mà lại làm em yêu vậy? Baby baby, em nói từ đầu baby can you say? Mai đi coi ngày, sau cái ngày nào thì nhà mình đông con vậy? Nếu như một câu nói có thể khiến anh vui, sẽ suốt ngày luôn nói không ngừng để anh cười. Nếu em làm như thế trong em có hâm không? Điên lắm, nhưng em vô nhà thương, em vô nhà thương, em vô nhà anh để thương. Giây phút em gặp anh là em biết em si tình, t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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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tang tình tang t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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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tang tang. Giây phút em gặp anh là em biết em si tình, t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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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tang tình tang t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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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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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ình. Yeah yeah. Anh tính sao rồi để anh tính sao? Yeah yeah.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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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好了，好了，学妹就跳一小段吧。哎，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好的，谢谢。嗯，好好好，那你们玩得开心，一路长虹，拜拜。OK， 祝你一路长虹。好好，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好，再见，拜拜，玩得开心，拜拜。嗯。今天晚上第一次水淹七村，水坝游泳。啊？菩萨没给你漂亮啊？他说刚才这个妹子好漂亮啊。那叫过捞面菩萨讲吧。这边的货你怎么知道？这个。嗯，对了。他说是不是越南美女啊？我说是的。尼莎就是一个呱呱女，对。谢谢女子王子的点赞。谢谢女子王子的点赞，非常感谢欧米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放个冰音乐。
加油，丽莎，下次更精气一点。OK。丽莎，再安排个才艺吧，丽莎。来要唱歌啊 ，OK。所以说，大哥是直播间的灵魂，那肯定啊。这个解说妹子叫丽莎啊，她以前在市场上卖猪肉的，我们叫她猪肉妹。她是有华人血统，她妈妈是中国人，她爸爸是越南人。宝殿古墓，古印去撒乌啊，你要做给路啊，路宁拆路啊，爹爹找罗铺，爹爹找罗铺啊，爹爹找罗索，我先找罗铺，你莫离。到夜市，到市到处闹，到地窑当中，摸摸闹摸拿，摸摸人家乡，冷得天要暴走，路人我说多么见天涯，你都
个捏包，只撒个洗脑，第一步用两点。谢谢新来的妹子兰若，她刚来，刚来一天，她怎么可能就学中文歌了呢？她慢慢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